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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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喝那么多，喝太快了啊，喝太快了。我真的快睡着了。会被驱逐出场，我先讲。真假？我吐了，自己拿拖把去拖。对啊。有这个规定吗？吐了要去。Thank you.
摔。他都带打的，知道，他会打。
裁判尺度很奇怪。这个啦，这个要这个。对对，这个。这个不好抓，但这个球就还好。他会手的，这个裁判很妙，人家会手的。那个比较妙，他吹什么技术犯规啊？篮底那个都有，啊，还蛮奇怪的，尺度很奇怪。他尺度很妙，很妙。三月份，三月20几号的。五年不要打，五年是差不多一个月一场，是两场。你如果一个月打了两场，因为他们是一整年，一整年的啊，对啊。你如果一个月打了两场，你可能要休息一个月了，打太多了。通常都一个月两场，一个月一场差不多。
文山那什么那队的那个。对啊。那个来自深坑小队。走走。打我们就捞菜，打那个捞菜那个捞菜的。又来，又来。不要再拉，拉，你说拉干的对不对？然后再接下去，然后又拉上来，哎，打回来。我帮你取证。我没那么飞，我没弄到他，他就倒了。他不是讲到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他本来就有前后腿，然后后退是哎，后退还没有前后腿，那等一下他上来，我侧身一个他就摔下来了吗？我侧身一个就好了。我知道圆柱体侧身可不可以？不行吧？圆柱体侧身可以吗？圆柱体侧身可以，确定？我只显示到这边，开发区只有看。傻眼。这有路了，这有路了。我要立起来就好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哎、欸，打，没关系。说一下吧，来一号，来个一号，来分，来分球。那我们老师原地原助理可以蹲下吗？他不能侧身啊，反正不行。他那个球如果我知道他会那么跳，那我侧身给他不是摔死了？那很简单一件事情。难道原助理里面可以做任何动作？不行啊，错啊。他快死掉了，他还闪躲，还圆柱体可以闪躲，那就欠弄了，那摆明就欠弄了，真的。四元，好球，好球，太小力了啦，好球。
做很多，很会做很多球，让他摔下来，让太阳关他没有做其他动作。对，这样。我怎么办？然后炮退没有退过。我知道他会跳嘛，我知道他会跳，没有这样反应。